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进入能的转换。在这里，老师要邀请观看影片的同学点击订阅，支持老师所制作的语文和科学的视频。还没点击的同学，赶快哦！柠檬是一种食物，它有很多的化学能，它就只能以化学能的形式出现吗？当我们将小灯泡插入柠檬中，灯泡发亮了。为什么灯泡会发亮呢？为什么柠檬中所蕴含的能量能让灯泡发亮呢？现在让我们进入能的转换。电影情节中总是有人能够创造能量，现实中能是不可以被创造或消灭的。能只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，我们称之为能的转换。就像刚刚的影片一样，食物中的能源转换到了灯泡上面。能的转换是一种能的形式转换到另一种能的形式。在能的转换这堂课，能的形式非常重要。让我们再看一看能的形式。能的形式有太阳能、势能、热能、化学能、电能、动能、光能、核子能、声能。同学们，你都记清楚了吗？接下来，让我们透过生活中的例子来学习能的转换。电风扇。当我们要打开电风扇，我们需要按下电开关，发动电能，转动风扇。电风扇的能的转换是电能转换到动能。电熨斗。当我们要运用电熨斗时，我们要按下电开关，发动电能，加热电熨斗，烫平衣服。电熨斗的能的转换是电能转换到热能。点燃的火柴。火柴是燃料，当我们点着火柴会有光和热。点燃的火柴的能的转换是化学能转换到光能加热能。收音机。当我们要启动收音机时，我们需要插入电插座，打开电源，
这样我们才能播放音乐。播放了一段时间，摸一摸收音机是热的。收音机的能的转换是电能转换到声能加热能。在学习能的转换，同学们需要把九种能的形式给背下来。在刚刚能的转换的例子中，同学们应该发现有两种符号。第一种符号是箭头，箭头代表转换。第二种符号是加，加代表同时出现。老师已经把两个能的要点告诉同学们了，同学们，你都记清楚、学会了吗？接下来，让我们透过以下的几个例子来学习能的转换。骑自行车，能的转换。化学能转换到动能。我们骑自行车的能量来源于食物，食物是化学能。当我们启动自行车，转换为动能。从椰子树上掉落的椰子的能的转换，势能转换到动能，转换到声能。椰子在高处，所以具有势能。当椰子由上往下掉落，转换为动能，敲打到地面时发出声响。计算器能的转换，化学能转换到电能，转换到光能。计算器里有干电池，干电池提供计算器电能，有了电能，计算器的屏幕上就能看见数字。手电筒能的转换，化学能转换至电能，转换至光能加热能。手电筒里有干电池，干电池提供手电筒电能，当手电筒有了电，就能够照亮周围。电视机能的转换，电能转换至光能加声能加热能。我们需要插入电视机的插座才能够启动电视机。电视机的屏幕上有很多不同的画面，这是光能。我们也能够听到好多不同的声音，这是声能。当电视机操作了一段时间，你摸一摸电视机的后方是温热的，这是热能。同学们，
我们的问题难度提高咯。现在老师告诉你能的转换，老师要邀请同学们猜一猜哪些物品拥有这样的能的转换，加油哦！化学能转换至光能加上热能，同学们有什么物体是拥有这样能的转换呢？点燃的蜡烛，点燃的火柴，电能转换至动能加生能，同学们有什么物品是运用到这样能的转换呢？搅拌机，太阳能转换至光能加热能，同学们有什么物体是有这样能的转换呢？太阳能路灯，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道题目，同学们你要加油咯。太阳能转换至电能，转换至热能，同学们有什么器具是运用到这样能的转换呢？太阳能热水器，同学们你答对了吗？所以从上述的物体和器具我们可以知道，能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。能的转换，能不可以被创造或消灭，能可以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一种形式。点燃的火柴，能的转换，从化学能转换至光能加热能，箭头代表转换，加代表同时出现。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，同学们，你都学会了吗？